另一个出席的见证人，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然后上帝的祝福他的儿女是那永远不变的心，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要领受神要透过什么来祝福他，他的儿女呢？透过他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最有能力的，阿们。所以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看见亮光，他的话语能够指教我们的脚步，他的话语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六个人有聪明智慧，我们就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知道做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合神心意的，这样我们就蒙福。好，今天要跟六姊妹谈的这个课题叫做职场和信仰。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这个时候重新在主面前来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带领的工作，让今天这一个的主聚会，我们从开始到结束都满有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在这里照耀，并且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帮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真理。因为你告诉我们，人若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因为我们能够得以自由，是因为我们总得站在神你的这一个的眼光，以神你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呢不被任何东西来辖制和捆绑。主啊，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在今天这一个的分享当中，主啊，你亲自的来赐福每一个听的并且讲的都能够有共同美好的领受，把这个的课题交托在父神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职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投身在其中的，只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有效的落实在我们各自的岗位。所以从城市的一些的需要里面，我们知道在整个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当中，那都是属于职场的部分。而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的城市的需要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去发掘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哈，神把我们放在这一个的城市当中，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让我们能够发掘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不仅仅只是成为一个听道的基督徒，因为我们都需要走出去的。因为你在外面的时间肯定比教会的时间来得多很多，所以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接触到形形色色各种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一些就是福音的合场。所以不再像早期的教会只是拼命的只想人往内拉，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的堡垒里面，然后对于外面的一些事情好像要被分别为圣一样，外面的东西我不要碰，我只碰教会的，因为圣俗的观念非常的这个的明显。但是今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讲道的时间，请问他有多少时间是在圣殿里面的？很少。那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进到这个职场里面去做这一些的讲道跟赶鬼医病和神迹的一些的工作。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然后帮助我们。因为很多的人当他想要做一样的东西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你自己各自的职场上面需要去完成一些的福音工作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就说，我要听神的声音，我要等候印证。那常常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观念，而使到他们的脚步被拖慢，甚至停滞不前。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有好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是听见神的声音之后他们才行动，那个没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从一个人物里面，我们看见那个人叫尼西米。尼西米在旧约的时候，你会看见他是建城墙的。他当他看到这个城墙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不会说等一下，然后我祷告印证，等候神差派天使来告诉我之后我才行动去建城墙，没有。
所以他一看见这个的城墙的需要的时候呢，他就马上行动，聚集人力物力，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他有能力、有地位、有才干，然后他聚集了一群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做建立城墙的工作了。他并没有花时间在那里等候、等候、等候。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的东西，就是职场是我们把信仰带进去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的一件事情，因为幕后最大的合场就在职场。我们不管今天你是在哪一个的领域里面，我们知道说，耶稣当他开始说来跟从我的时候，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的话，你知道吗？这句话不只是给这一些当时候跟随耶稣的那12个门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是门徒，我们不要成为信徒。因为当这句话一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呢，代表说主就是要我们得人如得鱼，我们要去得人，然后好像鱼一样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跟你的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神要使用你得人如得鱼哈。好，所以从这句话里面呢，叫葛培里牧师他讲了这一句话哈，21世纪神最大的这个的作为将会在职场里面去彰显。不要错过这个传福音的机会，在你的职场上，这个是非常你可以做得到的东西，而不需要你经过什么特别性的装备之后才要去做的，因为你信主肯定比那位非信徒来得更久。所以当你跟他讲有关于耶稣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知半解的，但是你比他懂得多啊。但是这个的东西呢，必须要透过你去完成。我们要把宣教的整个的重心哈，投放在整个的职场里面。因为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我今天中午看到的，他说因为赢得了职场，我们就得到了天下。基督徒是要进到各个职场里面去，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当中。因为我们在教会的整个的历史中间，我们看见人们很习惯性的把这个基督教的一些信仰哦，那跟西方有很密切的挂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看那个的《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本来他要传福音到这个小亚细亚，就是亚洲区的时候，但是呢圣灵拦阻他，对吗？然后他就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就来在梦里面找他，你来我们这里。所以他今天就转舵，就转向那个欧洲的地方去。所以你会看见信仰福音就先落实在这个的欧洲的地方，再透过英法美英国这些的地方，然后再传到这个亚洲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的基督信仰很西方的，很西方化。所以很多人讲你有没有一个名字叫做 Christian name 哈，那 Christian name 他们就会想到说你就是跟洋人有关系的，那才需要取这个的名字。我们华人应该有自己华人的名字。那我们其实我们中国被很多不同的这一些的宗教信仰影响，当然本土中国的那里有自己的道教的文化哈，那影响后来被影响得很深的就是佛教文化。那他们把这一种的佛教的信仰带进这个中国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这些建筑物的设计等等，这些包括他们讲，我说看翻开 Facebook 啊，当有一些人在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哇，你下面会看到很多人讲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放一大堆那边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其实上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哦，就是放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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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这样子对于一些的人来说，哎，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的文化在当中，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他并不真正明白啊，到底里面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只是一个虚的外在的一些的话语的东西，我们是要真正的进到呢这一个的用信仰来去影响一个的族群，影响一个的国家。所以我们看见西方，它并不是
基督教并不是被西方文化影响，反而是西方人是被基督信仰来影响。你们知道美国是怎么样出现的吗？美国为什么出现会成为今天的这样大的强国？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他们原本都是土匪来的吗？强盗来的。美国人都是以前早期的都是牛仔的，对不对？喝了酒看你不顺，去外面比枪法看谁快，对不对？啊，当场我可以射死你的。也就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后来为什么整个美国会有这么大的反转？因为基督信仰。当这个信仰进去里面的时候，在阿苏萨街啊这些地方啊，我们知道说有圣灵很大的一些工作在当中，病人得医治，然后邪灵被赶走，然后很多人经历到圣灵的充满，然后很多火热传福音，所以很大的这一些的翻转的功用在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信仰就进到很多的这一些的领域里面去，在这一些的领域当中去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的思维，把败坏的变成这一个的圣洁的，把道德很低落的然后调到道德很情操很高尚的，然后很愚昧的透过这个信仰把它调整成为一个聪明智慧的。所以你会发现美国这个地方它的美钞，你看过美金吗？它上面不是有一句话哦，他们 entrust 什么 God 弄没有？那一句话，如果你有美金的话，你可以拿来看，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个的人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上帝的那一里的。所以你会发现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整个国家得做翻转。今天职场有七根支柱，我们都逃不掉在这个的范围的领域里面，家庭、宗教、商业、政治、艺术、媒体、教育，在这一些的领域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如果你看这一个的《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你看保罗，他那个时候就因为圣灵跟我提到拦阻他去小亚细亚，然后转向马其顿，所以当他开始第一个到一个的城市，这个城市叫做腓立比。所以当保罗他去到腓立比的时候，他第一个遇到的这一个的商人，不懂你们还记得吗？这个的商人女的，她的名字叫做吕迪亚，她是卖这个布的。当时保罗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传扬耶稣基督的这一些的事迹的时候，这个吕迪亚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发觉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坐在周围一起听你在传讲福音，其实你会发觉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基本上那很多的人一提到有关于神推告耶稣，他都会安静下来，都会以一个敬畏神的心去听。有一次有机会我去到这个的槟城，非常感恩去到槟城，然后有几个生意的老板，然后一起坐在那里谈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他们就聊了之后就旁边有一个朋友，那我就开始抓住机会，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当我一开始讲到有关于耶稣的事情的时候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所有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本来都谈东西谈到兴高采烈，突然间他看到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人都静下来。而且其中一个老板就是商道的老板很出名的，现在他搞这个饮食业这些 training 的那些，所以全部都静下来听这个的福音的东西。所以你会看见基本上很多的人一提到神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敬畏的心，除非那些故意捣乱的那个就不同。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这个吕迪亚听见这个的保罗在传讲耶稣的东西的时候，他静静在旁边听，他是一个生意人。所以保罗就在这个的腓立比城带领了第一个商人信主，所以保罗攻占了第一个的地方，叫做商业的领域。他得到了这一个的吕迪亚之后，然后这个吕迪亚被保罗来装备，后来受洗，全家受洗归入主名下之后呢，第一间的家庭教会就在吕迪亚那里开始建立起来。
所以其实教会存在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们只聚集在这个地方，而是你们这一群的人要被神差遣到职场里面去做这样的一种的服事，带人信主，把他带来教会洗礼的时候，在他那里建立一个小组也好，然后在他的职场那里带一个小组都好。现在我正在开始计划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会发觉到说一个很需要的市场上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有好多好多的基督徒都在外面流荡。这里是不是每一个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非信徒？这里没有啊？那你是基督徒的举手一下哈，都是基督徒的。好的，感谢主。好，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信主的，都是跟随主的。那如果你跟人家介绍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就代表说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的，你就是跟随耶稣的，我们是效法基督的样式的，行他所行，做他所做的。所以耶稣最迫切要做的是什么？在职场传扬福音。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人人要悔改。所以这个是耶稣从旷野出来第一句宣告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主耶稣很看重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在职场上我们就要进入这一个的跟耶稣做一样东西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你会看见吕迪亚一信主了之后，然后在他家开始建立这个的教会，家庭教会，他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他的家庭，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他的商业的领域。所以你在一个地方影响到一个很有力的人信主，他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的话，你知道他影响力是多么大的吗？我曾经在全会商人团去服事的那几年，我看过好多的生意人，其中一个是陈群川，他以前是马华的嘛，他有一栋的这个办公楼嘛，你知道吗？在他的这个办公楼，他有一层他拿来做教会的，他所有的员工经理啊，所以通通在那个时间放下工作来聚会的。所以我这是我看到其中的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在工厂的也是这样，他的工厂有整千个员工，他说他每一个拜五，因为他有一些马来员工，那马来员工给他去沈白杨嘛，然后他拜五那段时间通通其他华人留下来就在那里做聚会的，职场宣教就在那里做。当然他也鼓励说如果你们附近有教会你们要去都没问题，但是他每个拜五他的公司一定是聚会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今天我们如果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福音的工作就会很迅速的传开。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每个人是世上的盐哦，我们都是盐呢。盐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你流的汗是咸的然后给人家试一下哈，那其实我们本身里面就是盐。神看我们是盐，盐是什么功能？盐是做调和功能的。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你的职场上，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行业，在那个领域里面你是做调和工作的，并不是去做捣乱的或者做这一些结党的工作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责任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这个的和平，在乎神的公义，在乎圣灵中的喜乐嘛。那其中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带给和平嘛。那盐的工作就是进到这些的领域里面去，让那个环境，比如说有结党的，有纷争的，有这些争闹的，其实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做盐，做调和，使人和睦嘛。然后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就是我要保住盐的功能是防腐功能，那使到那个东西因为有你的存在能够得以保全嘛。所以我们成为光成为盐，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看见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不成为盐的话呢，这里说就要丢在外面被人家践踏，因为你跟世人没有什么差别，世人喜欢看是非，世人喜欢看不好的东西，看小道消息或者制造混乱，看别人很糟糕他越开心。那所以我们不是那一种嘛。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差别。那我们今天要成为世上的盐，我们就要像另外一段盐也要成为灯一样。弟兄姊妹，跟你的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说你是盐，
同时你也是灯，你是盐，同时你也是灯。那这句话最重点的一个地方是什么？这一段经文，哎呦，哇，这样够力，我那个恩膏那么厉害，嗯，好，那人点灯，他说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哪里？放在灯台上嘛，哈，那目的是什么？照亮一家的人。这里指的不是你单单自己的家人嘛，你所处的职场嘛，不管你今天处在哪一个都高位，或者是只是一个工厂的员工都好，你就在那个地方发挥那个功能。所以今天有好多的基督徒忽略了这个的职场的宣教的重要性，浪费了神给我们的一些机会和这个资源。其实很多时候你跟你同事喝茶聊天的时候有机会传福音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错过，很多时候都常常不在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从今天开始，我要奉主的名对所有的弟兄姊妹说，今天你无论找什么人喝茶的时候，在你的里面都要冒出一个东西，我有没有机会跟他讲耶稣。不要让自己思想上来限制了自己，觉得有好多，哎呀，这个时候不是时机啦，这个时候还不是时候啦，然后我谈了之后会不会我这单生意没有得做啦，那这些东西交给神，做你该做的，主必赐福你。世界很多时候我们都讲说，我们不要让世界的一些的思想、世界的文化啊、进到我们教会当中来。其实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世界的意思。那原来世界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cosmos， 意思就是社会、秩序跟组织。那这个是在整个的城市当中一个很重要，让它可以顺利的运行，可以很有秩序的在整个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里面得以安稳的，那这一种的运行的模式。所以今天我们是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就是要带着这个神的恩典，如同灯和盐一样，那我们要进到这一些的领域当中去，我们就开始做光做盐，然后去做这一些的导正者的工作。弟兄姊妹，你跟你自己讲说，我要成为导正者。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了三天之后复活，然后升天的时候，他就颁布了这一个大使命给我们，你们就是要去了，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万民和门徒不是指只是某一些族群，所以万民是指谁？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然后不是做信徒，是做门徒。门徒不是普通信徒。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啊，目标。今天我在这里听到的目的是什么？我要让我的灵命成长，成长之后我要做什么？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来告诉我身边的人。我要把我知道的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人，然后我要给他知道耶稣所要跟他讲的东西是什么。我有个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所以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不是每一天过一天的日子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每一天你跟你接触的，不管是顾客、同事，你都抱着一种使命感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是要有机会跟他们谈。所以门徒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者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正在学向什么？学向耶稣。我们在学向耶稣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刚，如果你做一个徒弟啦，你做一个徒弟，你今天拜师学艺，可能某某餐馆的一个老板，那个厨师很厉害，你要拜他为师。那首先你一定要听他讲一些的理论嘛。那条鱼要怎么样杀才好吃，对不对？要选怎么样的鱼。火的温度要多少等等，那这一些的理论的东西他要先讲嘛。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也是我们先学道，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一样，我们在听神的道，然后在听神的道的过程中间，我们有好多的思维上的旧有的思维观念会被神对付的。
跟你今天去拜一个厨师一个师傅一样的，你以前你以为煮菜是这样煮，菜是这样切，但是那个厨师讲不是，不是这样做的，你要重新跟我的方式。我们要愿意承受适当的一种的压力，因为这个压力是什么？因为在攻击我们旧有的思维模式，所以这一种的压力会形成我们很不舒服。然后唯一能够让你很迅速的解决你这个压力的方式是什么？顺服、谦卑，在主的面前，主你对的，我知道我这个思维是错的，我需要悔改。主啊，你帮助我哈。那这个是一个学习者该有的门徒的一种态度。所以第一个我讲到说，我们要听懂得学道嘛哈，听神的话语哈。那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愿意承受和这个弃绝我们旧有的思维和观念和生活方式啊。那第三，我们就要效法基督的生命，就好像今天你要学厨师的话，你要学这个师傅，那学他的整个的样式，厨师的帽子要多高，然后哇，厨具有什么东西哈，然后哇，他煮菜的方式那种气势，炒那个锅那个火会喷上来等等这一些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一个的阶段，就是说耶稣就成为我们效法一生追求的这个的样式。因此我们这群人是有被装备的，你知道吗？你来教会是要被装备了之后，而不是随随便便然后就被差遣丢到这个的外面，然后圣经形容说我们就好像羊进入狼群两下就被吃掉了。那所以我们都有这一些的基础，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也抓到一些的原则。因此今天我们进入职场，我们就能够为主来发光。我们在职场当中要让人看见三样的东西，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有三样东西要被人看见的啊，不是看见你的鼻子眼睛睫毛哈那些哈，那有三样东西很重要的让人看见的是什么？你看到这个图案你会想到什么啊？爱，还有力量、信心，还有光。有谁可以给我正确的答案？呀，yeah, 没错，《哥林多前书》13:13，如今残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哈，其中最大的就是这个爱哈。那我们知道说信是信靠神，信是我们的根基，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所以信是我们的根基。望呢，就是我们对未来的盼望，对这你所做的事情的那个的盼望，它的成就是怎么样，所以跟未来永恒的是怎么样，那这个的盼望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然后爱是什么？爱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神给我们一个的所谓的供应，因为你没有爱你跑不远了，你没有爱你很容易放弃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进入职场里面去为主来发光，来做福音的工作的话，弟兄姊妹记得这三样东西。今天我们是生命有根基，是因为我们信靠主，然后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我们也盼望今天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做的东西是出类拔萃的。然后因着这个的缘故，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需要被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和充满，那以至于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走下去，因为爱才能够凸显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一种的优良的品格。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吗？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好，那神说有光就有了光，那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的领域里面是什么？跟我一起讲，高成就、高价值、高道德、高报酬。这个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空虚混沌湮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这个时候光一出现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要带出他整个创造之功的美好的品质，把它提升上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当光照进来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这一个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要帮助我们走向这个高成就、高价值、高道德和高报酬的这个境界里面去。然后这个低竞争、低试探、低付出、低牺牲、低难度、低压力、低竞争、低负荷，其实那个时候你发觉说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没有这种东西的，只有人在堕落犯罪之后，罪进入世界之后才产生出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人就会面对很大的困境和挑战。但是今天你放心，这里讲霸地四高的职场生涯，只要今天我们与主美好的连结，我们活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懂得用信望爱来支撑我们整个的生命，在你的职场的里面，其实你就可以做到高成就、高价值、高道德、高报酬。我看过好多的一些主内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被神恩高去到职场里面去的时候，他们真的做到这一些东西，他们在职场的领域里面可以成就很大的东西，来帮助好多好多的人，也祝福好多好多的家庭，也影响着整个的社会和社区。你想一下，如果今天 Sedia Topica 的老板是爱主的基督徒，你想一下这个地方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圣灵一定会带领这一个的人，这个的老板怎么样在他这个的发展的项目里面高举神呢？你可能会看到一间很大的建筑物，上面可能真的会放十字架的，你可能会看见他整个的社区的推动，他包括整个建筑物的设计都很有基督化的一些东西在当中。所以你会发觉职场得到一个的高位置的人，不但是有一些情况了，福音工作有时候是传给这些已经在县城高位的人，也有一些是本来是很卑微，没有什么看被人看得起的，但是因为他懂得抓到信望爱的这一种的原则，所以神把他推到高位里面去。如同这一个的生命记28章告诉我们的，神要让我们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神要把福，让这个福啊，神要给的福来追你。所以耶稣怎么样把信仰带到这个职场里面去？耶稣影响啊，一个职场上有钱有势的人，然后就能够影响了整个城市的经济。那路加福音19章这里有一个人，你们不晓得是记得是谁吗？有一个矮矮的税吏，还记得吗？矮矮的撒该哈，撒该他为了看耶稣爬到桑树上面去的啊。那撒该没有什么朋友，因为当时候很多犹太人是很讨厌他的，我们都知道哈，因为他代表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嘛，而且收的那些税务哈是很多，然后很多他自己拢下袋子。他很有钱啊，在耶利哥城那个地方，耶稣得到这一个税吏，当他得到这个税吏的时候，这个税吏欢欢喜喜的要领耶稣去他的家，对吗？当他听到众人在那里议论，他说哇，这个耶稣竟然到这个罪人的家里面去。所以这个的撒该很怕耶稣因为群众压力不去他的家，所以他马上做出一个很大的反应，对吗？你还记得什么反应？一半的财产拿出来分给穷人，对吗？然后他还讲说，如果我在你们当中讹诈了谁，我就赔他，还他，不懂四倍还是十倍，四倍。撒该肯定讹诈了很多很多的人啊！我看他另外那一半呢，四倍也是完蛋的了。你知道，自那一天开始，耶利哥城没有穷人的，因为许多的财富都在这个撒该那里。你知道吗？耶稣得到这个的人之后，整个城市翻转，再没有人坐在那个圣殿旁边讨钱了。还分出去，很多穷人都变得富有钱了。所以你看那种影响力，
所以职场里面你不要小看哦，弟兄姐妹，你今天可能你跟你一个不经意的上司谈了一个福音，然后他又去找你上面的 CEO 谈一个福音，然后到最后整个财团全部信耶稣，你哪里知道那一种的影响功能是多么怕人。你知道二十世纪啊，八十年代发生了一个事情，阿根廷大复兴。阿根廷这个地方，你知道，我们不晓得你们还记得那个新闻吗？有那个银行倒闭嘛，很严重的，整个国家完蛋了。后来这一群的基督徒开始跪下来日夜的祷告，神垂听他们的祷告，祝福他们的土地。结果阿根廷这个地方种出来的东西啊，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啊。他的玉米跟他的所有的土里面的畜产的东西通通不一样了，肥美到一个地步，哇，你别的地方种不出的。阿根廷开始被祝福，很快恢复。所以你看每一次你们有看那个踢足球赛吗？足球赛阿根廷球队他们在出队之前大家抱在一起祷告的，然后他们打完球得胜了，全部跪下来向神祷告，那摄影机都是这样拍着的。所以你看见了整个的国家就因为有这一些的基督徒然后被祝福改变。90年代非洲乌干达比较靠近我们的啦，这个年代您大概都知道，乌干达这个地方艾滋病很严重，对吗？那里贫穷饥荒的问题，每一天死了多少个孩子，就因为有一群的基督徒在那里祷告传福音，祷告传福音，使到整个乌干达的政治加宗教所有的这些巫师啊，那些通通全部都不敢出现了。教会林立，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就在那里，过千万人。所以你会发觉到说，这一种的复兴，这一种的东西是多么可怕的。你的祷告职场都是在职场发生的。好，这个我要加快一下脚步了哈。那耶稣与职场，因为耶稣非常的熟悉职场的运作，所以你知道吗，他去呼召一个门徒彼得，他叫他下网打鱼打另外一边，所以他有很多门徒跟他，好几个渔夫，他很了解整个职场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今天你在职场打拼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嘛。所以今天如果耶稣来到你的生命，你的职场里面跟你讲一句话，哎，你要这样做的话，我告诉你，你的财富是突然间暴增，到最后你会觉得财富跟耶稣相比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反正你会选择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职场服事的，所以神迹都是在那里发生，所以来自各行各业的耶稣那十二个门徒。那这句话说耶稣工作的地方叫做西佛利，所以这个地方是在加利利，那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城市。所以耶稣跟他的父亲的约瑟，希腊文说他们的身份就是建造者和开发者的意思。门徒和职场，我这里做了一些整理，你们可以看一下门徒与职场。你看西门彼得与安德烈都是渔夫，然后雅各和约翰是经营父亲的制造业的，马太是税吏，然后受过专业的训练的会计，福音书里面的作者路加是医生，然后世界的宣教从哥尼流这位百夫长家中诞生，那使徒行传九章里面那这个多加是一位很成功的服装设计师。你会看见这一些跟随主的门徒，他们在职场上都是很有名声，都是很卓越的。欧洲第一位信主的刚才我提到吕迪亚，雅居拉百居拉是帐篷的，就相等于现在是做装修设计的，所以他也是一个客栈的那种开发商这样的。然后呢这一个的埃提阿伯还是太监，他是财务部长，也是教会的会友。那你看这一些的人通通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
这句话很重要，弟兄姊妹，当会友成为城市的资产的时候呢，教会就会开始增长了。当会友成为这个城市的资产的时候呢，教会就会开始增长了。神的道兴旺起来，教会人数增多。那可能弟兄姊妹，我们要放一个的心思哦，我们想一想，如果今天国度复兴教会在这里有好多好多的这一些的商业领域，每一个的这一些的店面哈，都有做不同的行业。我们祷告说，首先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祷告的是谁要信耶稣先？在我们这一排的这一排的店面，我们首先要祷告的是谁要信耶稣？果然是同感一零啊！我们隔壁的那个老板不用了，因为已经上来了，对吗？好，那所以还要继续的祷告哈，多几间的老板啊，都可以上来聚会。哎，这个很重要哦，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祷告啊的这一个的时间为他们来祷告的话，你发现说，神就可以做工。40个主要的神迹当中39个在职场发生，所以你发觉奇妙吗？在圣经里面出来的数据是这样。换句话说，在教会当中啊，在教会当中，这一些当时候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神迹其实不多。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因为不信的人多，不信耶稣的人很多，在当时候。为什么职场那里会有很多的神迹发生？因为信，相信。所以主耶稣他回到，你看圣经的时候，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回到自己老家的时候，他没有多行几个神迹他就离开了。因为不信的人很多在当中，不相信他的人。这个人物不懂你记得吗？做这个奇异恩典啊，写奇异恩典的这个的作者，他是一个酒吧的酒鬼，那后来被神的爱经历到神的爱翻转了之后，他就写出了这一首的诗歌叫奇异恩典，传承到现在。这一些人都是在职场。马丁路德讲这句话，懒得理会那些轻看音乐的怪人，因为当时因为他是在一个很传统的天主教的背景嘛，那因为音乐是神所赐的礼物，那除了神学以外，那音乐就能够得到我们最高的敬意和这个的推崇。那我们知道说，在音乐的领域里面，其实上我们可以使到我们的生命可以靠主来得胜，使到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神，我们也更加能够察验神的心意。所以基督徒的责任是要把天国的文化带进这个的职场，因为这个是神在造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放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他刚说吩咐亚当和夏娃不但生养众多，而且要为他看守他的园啊，修理看守，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好，那新约时代的时候呢，那我们看见教会必须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要差遣每一个主内的弟兄姊妹进到这一些的领域里面去，商业、政治、艺术、媒体啊，这一些的领域当中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旧的教会做这个的服事的时候，当时在乌鲁迪拉那一个教会，那就有一个政治的人物啊来到那个教会当中，那她是女的，她当时是反对党。然后他就来到上面那里，就刚好我在一个小组聚会里面分享，他就刚好上来。他上来了之后呢，他听了之后，我不懂他是不是真心是要信主了哈。那后来他那个时候他就信，他要信主。信主，然后就为他祷告，因为他那个时候开始要这个选，要开始要选票嘛哈，因为投票的时候为他祷告，然后他。
知道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今天他在这样的一个的位置里面，其实神有要用他的这一些的地方，只是他不懂要怎么样去在这个职场这个政治的领域里面去为主来发光。所以当我为他祷告了之后，他的心灵里面有很大的平安，所以他知道说他要怎么样去做。本来他是想要放弃他这个的服事，因为我们知道政治的领域很多黑暗的东西，所以他本来想要放弃这个的服这一方面的这一个的工作，但后来神给他重新得力，他找到了为什么他要在这个领域里面，他就是要在职场上面，在政治的领域里面去影响许多的这一些的人，跟帮助一些当地的居民，所以他找到他真正的这一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其实不容易的，你在那个政治领域里面，其实对你的道德跟这个的环境里面的挣扎，那种张力很不容易取舍的，因为如果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你就是被排斥排挤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一些的领域里面进去，不管今天你是在哪一个的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就是为你祷告，要差遣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平时除了主日聚会以外，其他时间很多时间都是在外面，都是在这一些的领域里面，可以为主来传福音的。总之你记得最后有三个东西要告诉弟兄姊妹的，当你进入职场的时候，有三个原则你只要抓得紧抓得准，你就不怕跌倒，你就可以在那个领域里面被主使用，为主发光。第一个东西，你告诉自己，我要被分别为圣。你告诉自己，我要被分别为圣。所以你在那个领域里面，如果这个概念深深在你的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说，有一些东西不讨神喜悦的，我就不碰。一些乌黑啊、诡诈的一些的东西，我不碰。那我就要被分别为圣。第二个东西，你要告诉自己，我在那个职场里面，我一定要有所作为。我必须要有所作为，我要把那个东西做得尽善尽美，因为我是像是为主而做的。我要做得有成绩，我要做得有成就。要么不做，要做就是要被神高举。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可以影响整个领域，是可以的。我们有圣灵，非信徒没有。我们可以祷告，他们只知道什么叫正能量，但是很模糊的。我们知道的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祷告的对象，我们支取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同能力，那是不同的。第三样东西，记得我进入职场第三个原则，我一定要容神一人。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分别为圣。第二个，你要有所作为。第三，我要容神一人。记得今天你做的东西是因为人，对象是人，不是那个东西。你今天怎么样把这个舞台做得很好，那个是东西，是死的。耶稣真正要的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人，你跟人那个人的那一种的关系很重要。所以只要我们在脑海里面有这三样东西，我们被差遣进入职场，那神的恩典恩高与我们同行，你会做得很不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弹那一首的诗歌。不管今天我们来自哪一个的职场，在哪一个领域，哪一个工作的范围，我们今天都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神来祷告。三首诗歌，弟兄姊妹，这个是我要奉主的名对你做一个的呼召啊！我们听了以上的这一个的主题，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听的
了之后，我们需要有所回应。我们要回应我们的主，说：“主啊，我需要动力，我要回应你对我的呼召。”这个时代是职场宣教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个工作，因为只有你们在接触的不同的人很多，每一天会接触很多。卖鸡饭的，搞不好他可能弄个福音单张，然后他每一个一碟鸡饭的下面就加一张福音单张呢，给你吃啊，一起吃，也一面吃一面看呢。那这个也是一个福音工作，在职场上，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怎么样就用一些的方式把福音传扬。如果你不敢马上开口，那除非是你所认识的朋友，你跟他喝茶。但是我相信说你愿意的话，圣灵就要帮助你，因为福音的工作实质上是圣灵要做的，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同工，我们是他的器皿。用圣灵与火为我洗净，让我充满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寻，曾为我的意象柔要救主，让万国的荣华都施舍，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钉痕手，引我前行，我只愿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顶好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开万事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弟兄姊妹，有多少个人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包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举起你的手，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传福音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只要我们有一颗心，我们愿意，神就会安排。有时候你不经意的跟一个朋友喝一个茶，其实他已经圣经说的庄稼已经熟了，其实他已经熟了，准备要收割了，有时候圣灵就会把他带到你的面前了。因为你没有这个心，你没有这个预备，你常常错过了这个收割的机会，以至于这一个的果子本来啊已经要收割了，你不割它就烂了，没用了，要等看下一次再神再安排。弟兄姊妹，我们最重要是预备好我们自己，随时被主差遣。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见这里每一个举手向你祷告的子民，主啊，他们预备自己，被主来差遣，被主来使用，包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主啊，你使用他们，差遣他们进到他们各自的职场的领域里面去。也许
他会带领到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来信主，并且主啊，他们能够在那个公，在那个公司那里可以带一个小组，聚集三几个人，就在那里可以带领一个小组了。主啊，你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直到你再来的时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的灵要触摸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主啊，他们预备自己被主来使用，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们要领受。弟兄姊妹，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了，包括线上的弟兄姊妹也一样。你说，主耶稣，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要预备好自己被你使用，让我在职场上做光和盐，履行着福音的使命。你说庄稼已经熟了，工人稀少，主啊，我就是那个工人，求你差遣我，我不要白活，我不要成为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我要成为你的门徒，我要传福音，我要带人到你的面前来，把你告诉我的话语也告诉他们。主啊，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主，你悦纳我的献上。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的，阿们。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来领受神的赐福。是的，我的主耶稣基督，赐福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线上的、实体的。主啊，你爱他们，你用你无条件的爱不断地在他们生命里面彰显。主啊，当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赐下这福音的使命，我们领受，我们要遵行。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主啊，求您的大能充满我们的心。主，谢谢你在今天对我说话，再一次的提醒了我们。主啊，我祷告说，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必要赐福，你必要供应他们一切生活所需。主啊，他们懂得先求你的国和义，他们所需要的你都会加给他们，甚至他们没有祷告向你求告的，你都会预备给他们。主啊，你必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福库，倾倒一切的祝福给他们，好叫他们福杯满溢出来，满溢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到无处可容的地步。主耶稣，感谢你施恩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的灵大大的浇灌，大大的激励他们，充满他们。主啊，谢谢你把上好的福分都赏赐于他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们要成为职场福音勇士。好，哈利路亚。